我就是专注眼前的事情，市政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还可以有很多做得更好的地方。我和我们市府团队就是持续的加倍努力。好，谢谢。市长，那双城论坛的部分啊，那个侯市长说可以降低两岸的冲突对立，那八月有可能成型吗？现在都还在讨论阶段，一旦确定就会跟大家报告。长官要到上海去参加这个双城论坛，那你认为这个时间点是合适的吗？那你个人有打算要到对岸去？我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那国务卿布林肯也到大陆去沟通，我相信能够沟通总是一个好的开始嘛。那两岸之间彼此就是应该从平等尊严底下，从平等尊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能够更应该深入对话和交流，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吗？所以蒋万安市长在上海论坛的这样一个行程，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两岸能够降低冲突，以及让彼此之间能够互相了解，这是值得给予正向肯定。市长，市长到今年将要展开机会到大陆访吗？市长，你有规划到？你会去吗？你会去吗？我目前因为这里的工作还很忙碌，那我也全力以赴把目前现在的事情做。这次选前有承诺说这个共机扰不会扰台的话才会办双城论坛，那大家说现在如果要办的话，是不是有点选前的承诺跳票？双城论坛我们的态度非常清楚，就是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而且不管是我或者是副市长出席，也都一定要报准中央哦，若核准之后哦才会参加。那其实我想在两岸关系紧张之际，城市之间的交流更显得重要，而且有正面的意义。其实我想不管外在环境如何变化，我想两岸之间还是必须交流，这也是中央政府目前的主张。不管是从蔡英文总统他在二月份的时候参加台商的联谊餐会，也特别指出希望在疫情之后恢复健康有序的交流。赖清德副总统他也特别讲到说，台湾不应该放弃跟对岸交流的机会，以及我们看到交通部在前不久也开放了两岸的航点，陆委会甚至公开的指出肯定双城论坛，而且也说在必要的时候也愿意提供适当的协助，甚至说台北灯会是一个好的合作的经验愿意持续的按下去。所以这些我想我们都一定是秉持着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举办双城论坛。说昨天在这个议会质询的时候，是不是简淑培议员对于双城论坛会不会觉得说他有一点就是都听不太懂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其实我们的态度从之前就已经说明得很清楚，因为我们举办双城就是城市的交流，陆委会有讲，他说双城论坛就是市政的交流，也肯定而且乐见台北上海之间就市政议题来交流。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一定是遵守中央的法规以及中央主管机关的意见来进行，过去怎么办我想我们就会怎么办。像两亿多的中央的教育补助款到现在他们是确定没有办法拨回台北的，然后您之前有去找郑文灿副院长沟通之后，后来
我想后来我们的确哦也得到中央这方面的正面回应哦，所以我们后续的方案我们也都会持续的进行，所以最重要我们就是确保孩子的权益哦，以及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是啊，那黄珊珊有去里长家里看圣诞，您会不会也想去看看那个到底民众的感受是什么？我之前就有跟里长啊去实际了解住户整个震动的情形。我从担任立委很早之前，我就非常了解哦，在中华里，尤其新里长哦，还有里长的太太金姐哦，所以很早我就有反应，我就有实际的，包括跟秦惠珠议员去关心震动的问题，所以不是去年前年很早之前我们就关心哦。的确我们了解是蛮严重，因为对住户来讲他的感受是非常的不安全哦，而且当下是觉得非常的惊恐哦，尤其是老人家，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绝对有责任希望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像现在传出说双城论坛有派这个高阶官员过去，那是派谁去？您自己会亲自去吗？这次有是王秋冬副秘书长一行人哦，就城市交流的议题到上海。那今天昨天去，今天就会回来。那我们就是按照往例哦，就事务性来进行交流。那当然就包括了不管是体育文化的交流，还有疫后的观光哦，包括上海旅展等等。那双城论坛也会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会是唯一内容。那其实上次双城论坛哦行之有年，其实从2010年开始，郝市长到柯市长每一年都有举办，定位就是城市之间的交流，哦，那我们就会秉持着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办理。报道说中国希望市长亲自去是有力统战作业，就是这样的说法会让你更不想要自己去吗？我想很多细节我们其实都还在规划讨论中。像你怎么看？因为昨天你有到这个国民党中常会，但是因为昨天其实征召的过程，你怎么看？国民党中常会有沈志慧说征召当天才公布游戏规则太晚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那有可能去弥补郭台铭心中的伤痕吗？郭董事长其实是一位这个世界级的领袖，他带领着台湾的科技业站上了世界舞台，他在疫情期间也带领着民众安然的度过，哦，所以特别哦，他一直以来都是以中华民国为念。那昨天我们也看到他发的脸书哦，展现了大气。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是朝着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赢得胜选。党中央的科学数据中说有10位县市长是挺侯的，那您是其中一位吗？接下来要怎么帮他？侯市长是一位务实、正派、有魄力、有远见的人啊，哦，我相信在国民党提名之后，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并进，好，朝着共同目标赢得2024。市长，可是光团结可能没有用啊，因为我们内参民调，我们现在还是第二，一定要蓝白合，人类蓝白合觉得是这个接下来国民党的重点。还有一段时间哦，我想侯市长被提名，接下来我想我们希望团结哦，一致哦，大家往共同目标迈进。那我想大家就是这个在各自的岗位啊，尽全力来支持啊我们党提名的候选人。当然，这一次有总统选举，也有立委选举，我们也会希望我们在国会能够过半。像你怎么看？因为昨天连胜文去留言的时候要争取郭台铭支持，但他却用岳飞来比喻郭台铭。但历史上其实郭台铭是被皇帝召回处死的，所以你怎么看？我想最重要，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无论如何，昨天我们终于抵定正式的被提名人，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就会一起在剩下的这段时间，大家在各自的岗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朝共同目标赢得2024。好，谢谢大家。